同样的一件事情，两批不同的人来，被调查者会起极大的疑心和警觉，所以第二组是很吃亏的。但是是这样的，去哪里、什么顺序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到了，我先跳旁边的邻居。哎，你好，干嘛？而且因为好像是齐女士，好像她就说她离过婚。你好。耽误您五到十分钟。嗯，真的。不不，您正好。他把我拒了，我心态崩了。没事没事，没关系。加油加油。我们是不是应该还要去一个地方？我与前妻在前年离婚，婚后再无联系，我也搬出了心愿小区，然后居住在邻小区。你还是要去看的，你要去问一下他。啊，这是哪里？对，那家门大门紧锁，各种东西都堆满了。走吧，你看看。走吧。而且有小孩的血。他窗子是打开的，对，窗子是打开的，证明是我们住的。地主住在这儿，但是不一定是他住在这儿。OK， 走吧。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是已经尽力了。对啊，车来了，走吧。就今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做了每个人的 backup。对 ，this is true teamwork， 对吧？真的咱们挺不容易的。怎么了你、啊、有点迷茫。哎呀，我没有达成协议。王先生好，你在团队中好像比较强势是吧？职场也比较残酷，留下的人也不会太多。笑哭了，过分了啊！别呀，打击太多吧，可能压力释放了一下。来来来，感觉好惨啊！哎，没事没事没事。我怎么感觉我把我的眼泪都留给了君，还把我最丑陋的一面也留给了君？只要你再开心一点就好。我还是挺开心的和你合作，这刚是我觉得有点没绷住。Life is so hard. Try our best. Life is good. 他们看起来容光焕发了，因为以泪洗面过。娜娜姐，你知道静夜回去了吗？回了回了回了，你也回去了？对，他已经回去做 PPT 去了。天哪，我们还是要时间抓紧一点咯。 Yes， 说不定明天之后你们就看不到我了。哎，我压力真的好大呀、啊、这一次。要不我们两个先分一下工吧。好，一个是把这个证据清单列出来，每一项对应每一个证明目的，另外一个就是开始做 PPT， 然后把一些相关的一些图什么的放进去。法律问题，你第一部分弄好想好了吗？嗯，没有太弄好，但我想边弄边想。好，加油。贴进去。是是，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就是支撑的证据。咱们第一个列的那个 list 可以拿出来，就然后把这些东西，比如音频啊，能不能贴进去？是是，就是这样。哦，还在啊。哇。这要不你讲。嗯，欠东西。我高考都没有那么努力。我高考从来没努力过。哦哦，真学霸。嗯，能听到你这样我就不舒服。是不是特别心疼我？嗯，就是谈判那天我俩这样，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哎，哎，我就该温温柔柔的打那场谈判，把哎，
但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紧张。你紧不紧张？不是，我觉得那样的咱们憋着，你不觉得吗？是吧？不像我们这次什么东西我们都这状态特别不对，很真实，对吧？那天没有那么真实，我觉得那天太紧了，对吧？而且我今天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就是一个题。对，就这样吧，实在是太晚了，真的要走。其实我觉得要不我就在这儿睡吧。算了，是明天早上过来还有一个多小时，要不就去我的。算了算了，我就在这儿睡。上去的，你确定？你那儿也得，你那儿得多久吗？20多分钟到。那我去那儿。走吧，我真的太累了，早我也不行，我可能就只能睡3个小时、4个小时吧，能睡四个小时，只能睡四个小时。现在已经3点钟了。好吧。OK。有没有发现王潇跟刘宇程在这一次的交流上完全换了一个方式？耶、yeah, ，特别的融洽。他们现在像哥俩，而且最后他们两个在那个自己复盘，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复盘。是的，他们第一次失败之后，那天晚上两个人互相没有说话，虽然第二天有些缓和，就说你要倒水我也去吧，有一些交流，但不，那不叫真正的复盘。对，他们已经能面对自己失败，面对自己被谈话，面对自己。努力了可能还会做不好，就反而是有一种共情了。对，嗯，而且两个人都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太憋，彼此没有真正的交流、嗯、互相没有拉起对方的手，就是因为我们是竞争的关系，可能两个人在那一刻其实那个情感共振有可能能够形成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但是王潇的眼泪是我们这一期看到第一个流泪的吗？王潇流的比较晚了没想到他会流泪吧。我觉得王潇会流泪。你觉得为什么他会流泪？王潇的性格是那种比较外露的性格，嗯，就是他的自信也好，包括他在自信受到打击之后他的失落也好，他基本上毫无保留的会表露出来的。他的泪水是觉得我们为什么到这会儿才稍微有点样子。对啊，但我觉得他的泪点其实我觉得他是累，有点累了。在，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体力上的，因为这一天其实很满，对，他其实是在高压下那种心理紧绷的情况下。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流泪的之前的一句话是一程在车里吃的一个可能是干粮，然后就说了一句说我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也太不容易了，外面下着雨，一个冷冰冰的夜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会真的会觉得累了。我刚刚看到有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点，第一个就是当小敏在第一次表现出非常大的抗拒之后，甚至有所隐瞒的时候，我觉得敬业和秋意有一个高光时刻，嗯，就是他们俩商量之后鼓起勇气再重新回去。嗯，对，我觉得他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已经被别人反复打扰的小敏已经表现出不满。这问题之前都有问过了，没有必要再问那么多。他其实已经很尴尬了，敬业敢于再一次回去直面这个尴尬，而且敬业他最后出于一种对对方的保护的这个姿态去谈，反而获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更多的信息。我对这个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对，